我是从印尼过来的，从零开始一直做起来的，甚至我每天我只能睡三个小时。阿妈就是想回来台湾看看她的孙子、她的女儿啊。从小我都叫我妈叫好手艺妈妈。我有啊，我也按会做嘞，妈妈不识切，哎呦，按多少嘞？当父亲的不希望自己的老婆女儿这么辛苦，老婆谢谢你照顾我们一家。